爸爸妈妈、小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这是第一组的教具，然后这张卡牌呢是谷谷的青蛙，然后我们会先准备一张白纸，然后我是扮演家长的角色，我是扮演幼儿，然后我们家长呢会先带着幼儿念前面的念谣，你跟着我念一次：小青蛙，小青蛙，爱生气，爱生气，鼓起嘴巴圆嘟嘟，鼓起嘴巴圆嘟嘟。然后呢，我们会翻到后面的引导，请幼儿拿起刚刚准备的白纸，然后鼓起一口气，用力的吹，然后要吹到跟手平行的高度。然后如果想要挑战困难的话，也可以准备纸板。然后这张卡牌是弹弹舌头，我是扮演家长的角色，我是扮演幼儿。然后我们家长呢会先带幼儿念过一次前面的念谣，你跟着我一起念一遍：跳跳糖，跳跳糖，在嘴里，在嘴里。舞动舌头，舞动舌头。然后翻到后面的引导，我们家长呢会先示范一次弹舌给幼儿看，然后再请幼儿跟着我们一起练一遍。然后呢，我们会用弹舌来配合幼儿喜欢的歌曲，例如生日快乐。然后呢，也让我们家长先示范一次给幼儿看，然后幼儿再跟我们再来一次。然后这张卡牌呢是猴子爱吹气，然后同时还要拿这两张水果表，还有猴子杯子。然后呢，我是扮演家长的角色，我是扮演幼儿。然后我们家长呢会先带幼儿念过一次前面的念谣，你跟着我一起念一遍：小猴子，小猴子，吹呀吹，吹呀吹，吹到香蕉得第一，吹到香蕉得第一。然后呢，我们翻到后面的引导，然后呢拿出两张水果图跟猴子杯子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来玩喽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拿这两张水果图，这张呢就放在离我们比较前面的地方，然后这张呢则是放在比较远的地方。再来，我们拿出两个东西压住它，然后接着再拿起这个猴子杯子，然后先请幼儿吹一次猴子杯子，看它可以到哪里，然后获得哪里的分数。哦，可以看到幼儿已经吹到90分这边，然后接着就换家长，如果掉的话就可以再重来一次。吹到了40分，所以这样呢就是幼儿吹得比较好。然后这张卡牌呢是鳄鱼卡肉肉，我是扮演家长的角色，我是扮演幼儿。然后呢，我们家长会先带幼儿念过一次前面的念谣，跟着我一起念一次：鳄鱼鳄鱼，鳄鱼鳄鱼，卡肉肉卡肉肉，卡在嘴里很难受，卡在嘴里很难受，发出声音，发出声音。然后呢，我们翻到后面的引导，接着呢我们就用这个音来搭配幼儿喜欢的歌曲，例如生日快乐，也一样哦。我们家长会先示范一遍，然后呢，再请幼儿跟着我们一起念一遍。这张卡是绵羊爱唱歌，我是扮演家长的角色，我是扮演幼儿。然后我们家长呢，会先带幼儿念过一次前面的念谣，来，你跟着我一起念一遍。小绵羊，小绵羊，咩咩叫，咩咩叫，吃小草，吃小草，开心跑，开心跑，咩咩咩，咩咩咩。然后呢，我们翻到后面的引导，接着呢，我们用咩这个音来唱出幼儿喜欢的旋律，例如小星星，也一样哦。我们家长先示范一遍，幼儿再跟我们一起练一遍。咩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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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咩。我们的第二组造句，手指摇骰子，那上面会有小老鼠、小猴子以及小花鹿等歌曲。那接下来会示范游戏玩法，先将骰子往前骰。好，我们骰到了小老鼠，那就示范小老鼠的手指摇。小老鼠上灯台，偷油吃下不来，喵喵喵，猫来了，叽里咕噜滚下来。这是第三组教具，儿歌骰骰骰，会有九宫格以及儿歌骰。那九宫格上面呢会有各种的动物的叫声，那儿歌骰上面呢会有各式各样的儿歌，譬如说小星星、蝴蝶、生日快乐等歌曲。那接下来会示范游戏玩法，首先我们先将九宫格放在桌上，然后将骰子往前骰，骰哪里都可以。好，我骰到了生日快乐，那我可以在九宫格上面选择一个音来唱生日快乐，我选择滋。那接下来会开始示范用滋来唱生日快乐歌。滋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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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藏宝图以及数字伞，还有前进一格、后退一格、前进两格、暂停一回合以及指定卡，还有藏宝图上面的各种意思。那我们的藏宝图会配合前三周的教具，第一周卡牌，第二周手指摇歌曲，第三周儿歌闪闪闪。那现在我们开始介绍游戏玩法。首先将藏宝图放在桌上，开始骰骰子，骰到第三格，有声音加爪子。第一个，一个自己喜欢的叫声，喵喵喵。再骰一次，我骰到了第二格，是一个嘴巴，嘴巴在这里，露出牙齿并发出一的声音，一。以上是我们四组教具的操作过程，你们学会了吗？